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纯纯 ，C Book 的朋友们，大家好。今天要让大家来直击一下我平常外出的包包。我喜欢用大一点的包包，平常里面会放广角镜、手机、我家钥匙、备电、随身充、化妆包、遮瑕膏。因为这个遮瑕膏它有蜜粉跟遮瑕，所以如果我出游的话，我就会直接用蜜粉，然后如果脱妆就遮瑕，这是我一定要带的。我的零钱包，我不喜欢用钱包，我都用零钱包。口香糖、耳机，就这样没了耶。欢迎大家一起来追踪 C Book。